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今天我们来到的 Costco 位于 East Vale， 今天主要是为大家分享即将开启的新一期折扣，以及现在还正在参与折扣的商品。大家可以寻找左上角 Item Number 寻找商品更方便。这款大名鼎鼎的瑞士三角牛奶巧克力六个装也将参与折扣，原价10.79元，本期减2.9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个品牌拥有了百年的历史，这一款属于牛奶巧克力，它里面含有杏仁、蜂蜜与单晶，瑞士产的，它的口感香滑丝甜，巧克力味道浓郁，里面含有20克的糖分。Izaki 百奇混合口味饼干棒12个装，原价8.89元，本期减2.5元，折扣时间到10月29日。它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零食，一组共有12装，每袋有40克，一盒共有3种口味，有3袋巧克力奶油包裹着饼干棬，6袋巧克力奶油味和3袋草莓奶油味。这款饼干棒有着饼干独有的酥香，再搭配着巧克力，真的很好吃。每一小盒含有200卡路里，13克糖分。很经典的瑞士莲巧克力球现在也在参与折扣，原价12.99元，本期减3.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款巧克力现在不仅是在 Business 打折，连普通的 Costco 也将参与折扣。需要买这款巧克力的朋友可以等到10月25号就可以买到折扣价了。芝士饼干1.74千克装也将参与折扣，原价9.89元，本期减3.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一款也算是非常经典的一款，它的颜色金黄诱人，口感咸香四溢，层层松脆。这一款如果夹着奶酪一起吃，也是一番风味。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包装，携带也方便，一箱子也不怕担心受潮了。而且平时聚会分享，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面当做小零食。它里面仅含有1克的糖分。Best Food 真蛋黄酱64盎司装，原价9.79元，本期减3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它是由放养的鸡蛋原料制成，味道浓郁，奶香味很浓，而且它用作早餐三明治、汉堡、面包夹心、沙拉都是不错的选择。每天早上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就做出可口美味的早餐。这一款在开盖后要冷藏保存，因为一桶量比较大，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要确认一下保质期。这款牛排调料也终于打折了，原价7.99元，本期减2.3元，折扣时间到11月2日。这款牛排调料的规格为29盎司装，它属于蒙特罗口味的牛排调料，不含味精，无麸质，不含人工的添加剂，是天然的原料。它里面含有了黑胡椒、红辣椒、大蒜、洋葱等，非常适用于牛排、汉堡、猪肉，甚至是鱼肉都很搭配。不仅如此，连海鲜也很适合用这款调料。星巴克冬季限定的咖啡豆2.5磅装也将参与折扣，原价19.99元，本期减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款只有在每年的秋冬季节才会出现，现在不仅是在 Business 店有打折，连普通的 Costco 也要参与折扣了。瑞士小姐可可粉也终于要打折，原价7.89元，本期减2.4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家庭装一盒要含50袋，价格很划算。而且此款的可可粉比较甜，倒入牛奶比较好喝。里面是独立的包装，所以不怕可可粉变得不新鲜，也很方便携带。此款没有添加人工色素、人工添加剂和防腐剂，99.9%不含咖啡因。山羊奶护手霜5支装，原价11.99元，本期减4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也是只有在年中的时候才会出现，也是一款性价比蛮高的。山羊奶含有天然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乳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可以深度滋养手部的肌肤。除此之外，山羊奶还含有了乳酸和乳清蛋白，对于皮肤状态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此款质地比较轻薄，一套里面含有柠檬马鞭草、玫瑰味、清新海洋味、香豌豆、香草奶茶、桃子味5种味道组合。Olay 维生素 C 加多肽面霜48克2罐组合，原价46.49元，本期减12.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8日。此款比玉兰莹普通的维 C 面霜多了25%的维生素 C 和 E 群，除此之外还含有了维生素 B3 和维 C， 可以有效的抗氧，均匀肤色。而且维生素 E 和多肽可以从自由基里保护皮肤，提亮肤色，还能够做到24小时的保湿肌肤。除了面部之外，也可以涂抹颈部，早晚都可以使用。斯嘉维婷即时见效款眼部精华10毫升2瓶组合装，原价69.99元，本期减2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8日。这款据说明属于见效超快的那一种，5分钟就能看到效果。它的主要功效是紧致提拉眼部周围的皮肤，去眼袋，淡化眼部周围的皱纹。它属于啫喱质地，保湿效果不是很明显，它不过是去眼袋效果比较显著。
路德清身体油32盎司装，原价24.99元，本期减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一款身体油在沐浴中、沐浴后都可以使用，它含有了白芝麻油，可以很好的保湿肌肤。因为身体油比较轻薄，涂在身上也不会有黏腻的负担感，沐浴中也可以使用，能够帮助放松身心，沐浴后使用可以达到很好的保湿效果。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的压泵做的不是很好，身体油在压按泵时会喷出，而且口特别的松，所以大家在挤压时要注意一下。这一款秋冬少不了的润喉糖柠檬薄荷味无糖款两包组合装也将参与折扣，原价14.99元，本期减3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个品牌拥有了80多年的历史，自然纯正有效果，一直在使用最优质的瑞士十种草药秘制混合而制作的，无麸质，天然有效，而且与舒缓喉咙痛都有帮助，每一次咳嗽也都可以吃，而且它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与成人服用，不仅好吃，效果还真的不错。三倍含量的鱼油150粒也将参与折扣，原价26.99元，本期减6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此款鱼油在 Costco 的官网评价为4.8颗星，每粒含有1250毫克，其中 Omega 31055毫克， EPA 为690毫克， DHA 为310毫克，它的浓度高达约85%，极高效果不错。这一款是产自于挪威野生捕捞海域的鱼类，所以受到的污染自然最小。此款鱼油为甘油三酯型，是 Omega 3在鱼体内存在的自然状态，被人体吸收率更高。此款为非转基因，无麸质。科克兰维骨力375粒装，原价15.49元，本期减3.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8日。这一款里面含有了氨基葡萄糖 HCL 1500毫克和 MSM 1500毫克。氨基葡萄糖有助于支持关节软骨的舒适度、灵活性与活动性 ，MSM 可以帮助止痛，它俩的结合可以做到维护强健的软骨、结缔肌肉组织的一个有效组合。经过 USP 认证，可以确保药效和安全。如果想改善关节的健康，不妨试试这一款。不过如果对贝类过敏，请不要服用这一款。它的服用方式为每日服用2粒，服用4到6周后可看到效果。加强版姜黄素210粒装，原价39.99元，本期减8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每3粒含有2250毫克的姜黄素提取物和22.5毫克的黑胡椒，可以说是原版姜黄素的5倍含量。它有助于支持身体对炎症的反应，而且对血液抗氧有帮助，可以消除体内的自由基。临床实验证明，黑胡椒提取物可以促进姜黄素的吸收，所以两者的相结合可以使它的功效最大化。成人每天服用3粒。维他肤顺男性维生素软糖220粒装，原价13.99元，本期减3.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8日。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对细胞能量、免疫力系统健康和肌肉健康有帮助。它含有了维生素 A、维 C、维 D、维生素 E、维生素 B5、B6、B12、叶酸、生物素 H、钙、泛酸钙、碘、锌、酪、泵等男性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它不含人工的色素、香料和防腐剂，是天然浆果味，成人每日服用2粒即可。男性维生素与女性维生素不一样，软糖的表面有糖霜，气温稍高也不太会容易融化的。维他肤顺女性维生素软糖220粒装，原价13.99元，本期减3.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8日。此款为女性全面的综合维生素软糖，含每日必备的维生素与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 D、维 E、维生素 B6、B12、生物素与钙。其中维生素 C 与维 E 是抗氧剂，可以去除自由基，而且富含丰富的 B 群，对于增强能量、促进新陈代谢，而且对骨骼都有帮助。此款味道为天然梅子味，不仅好吃还健康，每日服用2粒即可。这是一款有机葡萄干2磅装，原价11.99元，本期减3.5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个品牌的葡萄干是通过手工采摘，阳光下晒干，选用皮薄无核新鲜成熟的汤姆逊葡萄制成，是果肉丰满、果味十足的葡萄干。而且这款葡萄干采自加州，有机款，不额外添加任何的糖分。一整盒里面有2袋独立的包装。焦糖华夫饼干2.78磅装，原价10.99元，本期减3.6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款荷兰经典的华夫饼干起源于19世纪的荷兰，有2层薄薄的烤面团制成，中间有焦糖状的馅料，非常的甜。如果能搭配上喜欢的热饮，我觉得会更完美。它里面含有11克的糖分。
劳尼斯黑巧克力杏仁面包条25个装，原价11.79元，本期减3.8元，折扣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9日。这个面包条是意大利传统的饼干零食，它用了真实材料，如鸡蛋、纯黄油，选用了优质55%的黑巧克力、可可脂还有杏仁，用了充裕的恰到好处的烘焙时间，它集清甜脆于一身。如果是搭配咖啡、牛奶或者甜品，都是不错的选择。它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好了，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推荐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还请您为我们点赞、点击关注，以及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我们下一期再见。